我最近都不知道拍什么。嗯，我都在乱拍。对，我们在保姆车上，这一台是保姆车，是保姆车，小小兵的电风扇。明明到底是日文还是韩文、啊？一下欧盟欧盟，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个很强哎、欸，就是我只要用手机连上相机，它会更新软体哎、欸，像 iPhone 那样子更新。哦，那蛮好的、啊。对啊，特别那个。我最近也看到一个，还蛮厉害的。因为之前就是比如说我在拍这边的荧幕，然后换过来的时候，它就是会停止录影，然后再继续录这样，就会分两段。那它现在就更新说不会停止这样。它有定期更新。那你现在有觉得比较好用？我觉得这台相机其实真的蛮好用的，除了它拍起来很丑以外。但是如果是这样太阳光就很好看，但有些光线就是真的，啊、因为它完全没有美。你的光真的是调一下就 OK 了。对对对，就是自己老是觉得好调，那种觉得就还行。可以了，可以。OK。没有一招。先暂停一下下吧。荣耀虫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你要用的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也可以用啊！啊！啊！哎、欸！你在干嘛、啊？太近了，傻眼，没错，去演一些屏屏。那你自己吹好了，你给你吹的哈。耶、yeah, ，天气好好，而且其实今天天气好是因为它不会，天气好，好在它不会很热，就是有点风。为什么那么幸运？整个滑落哎、欸！来，我们移动到那边，然后这边放我们一个。啊都拿过去吗？不要擦，我刚刚带文具要。好，放你口袋。有一种郊游的感觉。看，看右边，转到左边，就你看左到可以，好，完全正面看我们。好，你们等一下要玩 slow mo 吗？啊，对，看你们。我们先把对嘴拍完，然后光圈还有一些转帧的那种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比较。我们先把正二十拍掉，对嘴的拍。今天拍的是林若颖首张个人专辑，歌名叫《I Can Fly》。乱取物，胸上，然后偶尔才会带到腰上，90%胸上。因为尽量的表现，我会把它定下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应该可以。快点上吗？可以，先背吧，先背对我们。上帝这个。对，我拍下。可以吗？来喽，三、二。如果能反转，会不会来侧右侧我多一点，右侧我多一点，出来。好，前后拉展的感觉多一点，手的动作前后拉展的感觉。单纯想要，来个太极，平常是有在练深蹲，来个太极拳。哎、欸，够吗？有。如果能来来，做一个。好，来吧，三、二。如果有遗憾，如果能安全，会不会后悔？会不会觉得？多看一点左侧的，因为光现在那边不好看。对，多一点这边，右边先放弃了，不要右边了，可以正面，可以左边。哇，超正的，超正的。哎，昨天你跟我一起玩，一人喝一杯。好。那在后面呢？喝什么？青蛙壮男。来，好。八折。好。对不对？后面也是40。还是你要青蛙跟仙草不要买？谢谢，好，终于喝到了。好，谢谢。会不会喝 OK 吗？好，很好吃。嗯。
为什么不喝这个？我比较我怕太奶了。太奶了。哦，你怕奶哦？那我啦，我喜欢珍珠。好，去拍挂包。我们刚刚拍完 MV 的第一卡，等一下买完挂包，还要继续拍第二卡晚上的景。好喝吗？好喝。好喝哦。我要帮你买一个。对，他这样然后逛夜市，而且裤子还没拉起来，这边。1、2、3、4，总共四个，不好意思。四个一样，对。可以啊，就可以收。就是你的任务就是买灯管，然后你就可以。夜店没有买。对。我们在夜市，不是夜市啊，一个市场。这边有点像那种黑门市场，黑门市场。现在拍什么？他的 vlog。你还不是拍我的 vlog？ 不是。你要怎么弄？我骑的车或是刚刚对那个拍照吗？会不会后悔？会不会值得？相信彩虹彩色，穿越束缚白色。整个过来，整个。整个来，我们整个，不好意思，我这边调整一下。正义那个歌唱到快要 ending 的时候，再看进度。中间都没有看，拜拜，收工了，耶、yeah, ，收工了，月光下的影，哎，现在拍完 MV 了，跟凯西吃饭，干嘛要体力啊？什么？哎，我其实没有很累，要不是我那个来，要不然我精神超好，今天还好啊。是我那个来比较累一点，要不然真的还好。对，四点那才好吧？对啊，三四个小时也超轻松的，而且只要对嘴，对嘴达人。我今天给你看一个超好笑的影片。我今天那个，因为我们在一个草地拍，然后我要半蹲，然后好像打太极，超好笑。我们现在要去吃港式饮茶，那今天的 vlog 就到这里啦。